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车队扫街来到云林，县长张立善一路陪同，要冲高侯康佩的支持度。沿路不少民众打招呼，还有人冲出来比三号表达力挺。国民党继续南侯北召战略，让侯友宜深入中南部拓票。为了跟在地乡亲拉近距离，扫街车还撤下防弹玻璃，为了可以跟民众近距离交流。我是南部出世的家裡南部人，南親土親，大家鄉親情攏北斗陣。以及我這段時間常常落來，聽到咱南部足濟人民的聲音。祈求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事事。来到虎尾德兴宫参拜，跟在地乡亲把感情，侯友宜展现十足的南部人亲和力。除了深耕基层，现阶段蓝军地方势力几乎都归队，不过退党的南投议长何胜峰却坚决不挺侯友宜。我出来选举到这边来，我拢是爱团结咱所有在政党轮替的所有好朋友，团结所有的力量，这是我一向的态度，到这边永远无变。侯友宜全力拉台中南部选情，赵少康负责巩固北台湾，打出南侯北召策略，力拼选情翻转。华语新闻送去李鼎强云林采访报道。重磅消息，我们华语一把刷的播出时间要做更改了，原本是晚间10点，现在改到晚间9点，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华语一把刷。